还有一些石灰也不长，然后呢，咱们一年四季还要起到什么呢？挡水、挡风、挡雨，啊，还有什么？他是说下面是监狱呀，所有的那个生活都在这。 那也是张太阳的这个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土壤。他这些沙子在遇到了这个雨水之后，为了保护这个建材，哎呀，太严实了。
错